里就是台湾香菇产量之最的新社，这里的气候非常适合香菇的培育，因此当地发展成为香菇的形象圈，就是叫做香菇街。而街上果真是伫立着形形色色的招牌，不过我看到一个真的好特别，这里竟然有香菇冰淇淋。Hello， 你好，看是看来香菇冰吗？香菇冰啊，香菇做的啊，好诶好诶，啊，像你没有看过，哎，像你香菇豆糕嘞，来做诶，第一摆看到，第一次看到，真的，试试看，好，真的有那种晒干香菇的香气之外，而且还吃得到香菇干呢。好啊，我底部有香菇，香菇规日来打打啾啾来做饭呢，所以吃得到香菇。Thank you， 第一次吃到，很新鲜，而且很好吃，配不起唔多哦，特别哦。香菇冰吃起来，真的是蛮特别的。但是既然都来到了这养菇场林立的新社，怎么能够不体验造香菇的乐趣呢？我们就看到，嘿，那香菇，那香菇做太肥，做生长，伊也是得长的哦。对啊，那生长的。然后你用什么长的？哎，做香菇吼，哎就做加脚，啊，做凹、进凹都是做起来，像做凹、进凹都是做起来。大姐，那像这一朵香菇是得长吗？是得，是得长的，是得长的。做香菇的做凹、进凹安尼，做凹、进凹安尼。哎，看看看，哎，安尼在笑嘞，感觉瘦噻，好，有下过雨，你看今天香菇开蛮多的，我就赶快来去努力的来采我香菇。好，学会了炸香菇的秘诀，我折了好多香菇，现在准备来吃吃看我的菇菇料理喽。看看来到这边，除了可以自己动手采香菇之外，还可以把采上来的香菇现做成料理。我现在呢就选了一个汤类的，还有把它酥炸成盐酥的，来试试看味道是怎么样喽。新鲜的就是特别多汁，所以来到这边呢，自己动手采香菇，还可以把香菇带回家哦。一朵朵的香菇触感滑溜，外观圆润可爱，记得哦，炸香菇要做好精熬哦。